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二面第一行，这个题目是往生圣乐啊。我们看第一段，十方世界住往生者，介于七宝莲花中，自然化身，吸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是四十八愿里面第二十四愿，莲花化身愿的落实，可见得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当中所发的宏愿啊，这个在古地上都能够实现啊，没有一愿呢是虚愿。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发愿如同世间人讲的立志。古人常说，人要没有志，他这一生就没有努力的方向目标。换一句话说，这一生都不能有任何成就。佛法也如是，佛法要没有愿，我们修学会感到很茫然，无所适从啊！纵然是很用功、很努力精进，但是精进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究竟走到哪里去，自己也不晓得啊。学佛同学当中啊，确确实实有不少啊这些情形啊。这个原因呢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一定要明了，佛法是教育，世间教育像儒家了，只讲一时，他也讲得很彻底，时从胎教一直到老死，慎终追远，这一世的教育。佛法的教育范围就大了，他讲三世，这个三世讲过去时，讲未来时，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未来还有未来，未来无终啊，所以这个教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可以说是没有边际啊。这个古大德常说，其深无底，其广无边，这确确实实的。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深广最后的结论都接归到自己，接归到自信，自信才是真正的自己，
这是令我们非常惊讶。我们的信不坚固，愿不切，行不老实，这些原因，我们要是细心去观察，这原因在哪里呢？在对于佛陀教诲了解的太少了，实在跟世法没有两样啊！书读的太少啊，知见有限啊，所以往往会发生信心的动摇。如果我们读得多了，自己有智慧的鉴别，你的信愿就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了。可是佛教的经典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地方就产生怀疑。我年轻的时候刚刚接触到，就怀疑怀疑非常自然。怎么引起来的呢？早年的台湾有个《台湾日报》，他们办了个副刊，叫《古今文学》，每一个星期随着报纸出一份，古文有翻译，这个用白话文翻译的，也有注解，注解注的是很不错。那个白话文翻的，我们跟原文仔细去对一对呀，有问题。这文言文翻成白话文都有问题了。那梵文翻到中翻成中国文呢，这怎么可能没问题呢？所以我们就想，为什么不去找原文来读呢？读这个翻译的文呢？问题确实这个心里面存在不少年了。有一次我就把这个疑问向老师提出来，方东美先生，他给我答复的我们能懂，他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佛教徒，完全从学术上为我们解答。当年这些已经的高僧大德，要翻译这个遗产里面呢，在家居士很多，几乎在中国历史上一流的这个大文学家，他们都曾经参加过这个译经的工作。他说这个梵文译成中文，不但意思确定没错，而且我们这个华文在文字上比梵文还要完美，还要华美。这意思就说呢，读佛经读中文本就够了，不用去读梵文。老师告诉我们，过去中国人，你看看这个自信心
多强。不像现在这一代中国人把自信心完全丧失掉了，所以才受这么多苦难啊。于是从印度传来的那么多的梵文的原点，现在都没有了，在中国到处找找不到了。在我们一般常识下，这个梵文原点应当要保存的。为什么不要？方安先生给我们这个解释，我们听了之后，觉得也很有道理。以后我亲近李老师，也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提出来。李老师这是学佛多年了。他老人家是亲近印光大师，有净土是从印度那里传下来的。他告诉我，这从佛法里面说了，古时候从事于翻译工作的这些三藏法师，其中有很多古佛再来，化身菩萨再来，那还会有错吗？应以什么身呢？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所以到中国来是现三藏法师身，现长者居士身，他们不露身份，我们不知道啊。李老师这种解释，确实把我们对于这个中文译本的信心奠定。从此之后，我们再也不怀疑。不但翻经的这些法师，再来人就是注解经文的这些人，也不是普通人都是修行正果的人普通人就难了，普通人是愿解如来真实意。这李老师说了，我的意思你都不懂，你怎么会懂得如来的意思？古时候实在讲呢，众生福报大，善根深厚平常生活当中不离开道德这是能感所以感应这个佛菩萨感应声闻缘觉到这个世间来应化不定现什么身这里面不少从事于讲经注经所以从注经讲经都不是普通人有修有证没有证不能讲经那么佛法流传到今天众生福薄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承认为什么福薄呢我们把道德忘掉了从前的人行于道德了他在这一生生活当中他履行道德了我们今天道德没有了我们今天所履行的是什么呢是妄想习气妄想烦恼习气我们在这个里头过日子
这个妄想、烦恼、习气，这也有感呢。那来应的是什么呢？来应的是妖魔鬼怪呀。所以我们如果这个在佛法里头稍稍能深入一些，你仔细观察我们现前的社会，尤其看到是年轻人的喜上，他们所欢喜的，身上穿的衣服，那些图案，你看看那是不是魔鬼？无论是音乐、戏剧、歌舞，年岁大的人呢，看不下去啊！这不要说是我们呢，我们在澳洲，就是澳洲那些老人，都不愿意看着，他们都非常反感。留念呢过去的一些老歌老的艺术留念这些确实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个是不好的感，当然有不好的因但是毕竟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些善根深厚的人哪些人呢？我们在这篇讲经，诸位来听的都是善根深厚的你看看我们的左邻右舍他们在家里看电视，他都不到这儿来听经。你们跑很远，他就在隔壁，他也不来。还有这么多啊！有善根的人虽然被这个社会污染，还能够回头还能有一点觉悟，不容易我看到小朋友每天就是看到这个很小的小朋友，听说他们无量寿经都能够背诵。还天天叫着父母的时候要来听经，不要去看电视。这些小朋友许许多多地方我们都见到。我在香港见到，在深圳见到。那我们想想，如果他将来慢慢长大，不会被社会呀这个风气所染污，这个人是菩萨再来，那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哪里能做得到这要好好的培养他好好的带他将来真正拯救这个世界。令正法久住，利益一切众生，那都是这一代人的事情了。我们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心里就很欢喜。这个世界不至于到末日，还有一些光明。不过灾难，我们心里面呢要有准备。灾难肯定是有的。那我今天在这个翻一点这个资料里面呢，看到一份也是我们学院同学这个加了一份，从美国他们从网络上拿下来的
美国有一条鱼，鲤鱼，很大的鲤鱼，9公斤的鲤鱼，在被杀之前，他讲话，这个讯息呢，已经传遍全世界，他说的是希伯来的话，很少人能听得懂。说什么呢？就说世界末日快到了，个人因果，个人要承担。结果他还是被人杀了，被人吃了。但是这个消息就传遍全世界。这是今年的事情。今年年初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纽约，所以许许多多这些讯息从各个方面传来都是说有灾难。我们学佛的同学很冷静的观察，我们不是盲从迷信，那是错误。我们从因果上来观察，现在这个社会也造作恶业的人太多了，这个恶业力量太大太大了。恶业所感当然是灾难，天灾人祸，人祸就是战争，现在战争如果一爆发，麻烦就大了，不但是核武，而且生化，杀人在从前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的，现在杀人是论百万计，真正是非常可怕，是个毁灭性的战争，所以这个世间也有不少治世人员在想尽方法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自己身为佛教徒，应当不管这些闲事，好好的认真修行，求生净土。但是看到这个事情太严重，太可怕了。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尽到一点绵薄之力，那是不应该推辞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讲经告一个段落。后天我到泰国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是5天联合国召开的。和平会议，如果不是搞世界和平，不是搞这个种族的团结，宗教的团结，我是不会参加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这些呢，都是真正能够替和平工作尽一点力量。这个地方经文告诉我们，十方世界诸往生者，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对极乐世界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尤其是世尊，在这个经上对阿弥陀佛的赞叹，世尊对弥陀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的赞叹呢。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么与这个十方世界诸往生者呢，就相应。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那么一切诸佛。怎么赞叹法呢？就是讲净土三经啊，介绍给大家了，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的人是从十方世界去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这也使我们产生怀疑。十方世界人都挤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极乐世界不人口爆炸了？我们这个世界，二次大战之后，世界人口成长大概增加100多，以中国来说，这个抗战结束之后。中国人口是45000万，4亿5000万。那个时候啊，听说现在中国人口啊，已经超过13亿了。那么其世界其他地方，确实。这些所谓是民主先进的国家，他们人口得到控制，人口增长没这么快速，像美国现在人口还不到3亿人，可是他也有麻烦呐，人口太少了，这个生育太低了，小孩少了。老人多了，这个也产生社会问题啊！我们现在感觉的是人太多了到中国去旅游中国确确实实这个山川秀丽，那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是呢，就是人太多了。使旅游大大的逊色了。所以我们常想呢，我们地球上跟人口膨胀，那西方极乐世界还得了吗？但是我们想错了。西方世界是法性土。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土，对一切众生着相嘛，法相土有限的，这有大有小法性土没有大小所以说是再多再多的众生，他也感觉很舒服，绝对没有拥挤的现象。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华严到最后一篇，这个40卷经里面，它的品题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法性土啊！啊，那个里面的人，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没有大小，啊，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没有来去。众生无论在哪一个世界，求佛菩萨，这就是有感啊。佛菩萨来应了，没有来去的。佛菩萨在哪里？就在面前啊。这我们感到很奇怪啊。啊，其实你要把这个道理呀搞通了、搞明白了，你就知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阿弥陀佛，他建造极乐世界，不是凭空想象的。啊，我们在前面读过，他参访210亿佛国度。啊，那个210亿不是数字。啊，如果是数字的话，210亿不多啊。他是表法的。啊，这部经里头，宗教显密。通通都有啊，所以它是一个，不要看这个分量不多啊，这个经本分量不多，在佛法里面讲呢，它真正是大经啊，它通通具备啊，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啊，宗门教下教义这一部经说通通具足。这个210亿得属于密教的，啊，密教里头代表大圆满，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参访呢，是遍法界虚空界一个刹土都没有漏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建造的极乐世界。我们听到这个话很欢喜，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的。那么一切世界里面许许多多的世界，最麻烦的情执啊，情执很难断了啊，这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啊。你来我们一般讲来投胎啊，你有父母啊，啊，你有兄弟姐妹啊，啊，这对亲人呢，从小长大了，亲情难分难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看出来了，这个事情很麻烦。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那里去，去生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就没有父母了。啊，生到哪里？生到莲花里，莲花化身呐，啊。介于七宝莲池中自然化身，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一招非常高明，啊，使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亲情，这种牵挂，啊，你的心就会清净了。
心也平等了。啊，人人都是莲花化身。啊，我们要着重这“自然”两个字，自然化身。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既然是自然化身，决定没有像从小长大这种过程。如果有这种过程呢，就有生命了。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啊，我们通常画这个西方世界的变相图，一定把画阿弥陀佛画得大大的，观音菩萨稍微小一点，往生的人就更小了。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情执。那实际上不是如此，实际上到那个地方啊，完全相同啊？为什么呢？佛很清楚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因为面貌不一样，所以心呢就不平衡啊，这是一定的。面貌好的就值得骄傲啊，面貌不好的就自己有自卑感啊，这个很难过啊。你看看这个阿弥陀佛，这是了不起啊！啊，他要把你这种烦恼断掉，啊，怎么断呢？大家相貌都一样，那就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了。啊，个个都是这个，通常讲32相80种好，这是比喻，实际上不止。啊，在西方极乐世界，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所以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怎么会不想去？啊，巴不得赶快去啊！迟一天，我在这里吃多受一天罪呀！啊，你是这多冤枉呢！啊，所以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理事都搞通了，你的信心就坚定了。这个得非去不可啊！那么往生的条件，《弥陀经》上讲的很简单、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那就不是这一生修的了。过去生生世世种的善根啊，福德因缘，特别是因缘，那要靠这一生。这一生我们有没有缘分遇到佛法？有没有缘分遇到净土？啊，这个是佛缘呐，啊，有佛的人啊，遇到了，啊，遇到之后，你能信，能解，这个信解就是你的善根。你要没有善根的话，遇到的时候他不相信，哎，你给他讲，他听不懂，啊，这就没有善根了。啊，接触到之后，啊，能信能解。发愿求生，那他的愿成熟了。欧益大师讲，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用。你只要能信，只要能愿，他就往生啊。啊，最近我们
有一个同修，他的母亲过世了，母亲生前对佛法完全不相信，女儿学佛怎么认为呢？迷信。这个在生病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女儿她的一些同参道友们到医院里去替她助念，她也跟着念，半信半疑。常常还问她说，真的吗？是真的吗？所以这个助缘就非常重要。这有法师常常给他开示，提醒他，跟着大家一起念佛，这样他就走了。走了有没有往生呢？没有。他附在这个灵媒的身上。这好像是走了大概有20多天，附在一个灵媒身上，说佛法太好了，他要求听经，于是大家就用电视放这个讲经的录像带给他听。听了大概10几天之后，他又负责人说，我现在不要听经，我要念佛，我要求往生，为什么阿弥陀佛还没有来接我？到最后一次复身的时候呢，跟大家讲的时候，他往生了，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就很不错了。偶遇大师讲了，只要下品下生就行了。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下生的人也是阿惟越之菩萨，这个就是极乐世界跟他方的净土不一样啊。他方净土这个下品下生，再要修到这个上上品，那个很费事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平等的，你往生身相是平等的，相好光明都是平等的，智慧能力也好像是平等的，这很奇怪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48愿威神的加持，所以48愿我们要懂啊。我们讲这个经讲得很详细，单独讲也提出来讲过，一定要清楚，愿愿都落实了。我们经中同学把48愿选作早课读诵的经文，希望每一天早晨读诵48愿，发48愿，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我们跟弥陀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哪有不往生的道理？诸位同学，你们如果要是往生极乐世界，绝对不是下品下生。下品下生。从来不学佛的，从来不相信的，他为什么能相信呢？过去善根深厚，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临终才遇到。临终遇到的时候，这是个人善根深厚不相同，
啊，如果善根很深厚的，他的品位也相当高。啊，那么有完全不相信，啊，能够下品下僧呢，这给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呀。啊，这给我们现身说法了。底下两句，吸收清虚之体，啊，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清虚，我们无法想象啊。啊，古著里头讲，清虚啊，意思跟虚无缥缈很接近。啊，古大德说，这个不是饮食所张扬的，故虚无啊。不是老死这个范围之中的，所以叫无极啊。但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四一得一，四十得十啊。到想吃饭的时候，这个饭菜就摆满一桌了，啊，吃完了不需要的时候，这通通就化为乌有了，就没有了。不要去收拾这碗筷，不需要啊。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还需要这饮食吗？不需要。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就说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吃饭没忘记，到时候哎，怎么没吃饭呢？是不是？他这个念头妄想起来了，这妄想一起来的时候，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哎，他这个百味饮食就摆在面前了。百味饮食为什么用百味？啊，古代帝王。啊，帝王吃饭多少个菜呢？100道菜。啊，这个是规定的，宫廷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处，你要想吃东西，跟帝王一样啊，是吧？过这样的生活，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富贵的基础。那么这个东西一现前，自己一定就想到了，我现在不是在极乐，在不是在娑婆世界，在极乐世界了，啊，那这个东西不需要了，啊，这不需要呢，它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受用啊，应念而生啊，啊，不想要的时候，这就化去了。啊，所以这样的生活环境，我们要常常想，常常放在心上。啊，这个就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常常想，你看我们现在出去旅行，啊，飞机是很方便的，带一大堆行李啊。你是多累赘呀！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要带，啊，也不需要用这个交通工具，啊，真的想要用交通工具是什么呢？他的房屋宫殿，啊，他宫殿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这飞机一样，就是它能够起飞，
而且速度非常快。从西方极乐世界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一刹那就到了。所以过去我讲经也常常说啊，劝这些学科学的，学科学的要到极乐世界去学吧。我们这个地方科学太落后了，到极乐世界去留学，科学家眼目当中，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虚无无极都是无障碍的意思。稀有。无障碍这是轻虚啊。稀有这是无极。这个身体可大可小。可以现可以隐。没有不自在的。那么现身我们看到极乐世界这个讲它的住处。他住的宫殿，希望大一点，心里想大一点，宫殿就变大了。嫌他太大了，他又变小一点了。宫殿如此，那我们想呢，身也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小说，看《西游记》，看孙悟空72变，到极乐世界那个能力。孙悟空比不上啊！孙悟空才值72变，太渺小了而这个事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确确实实可以得到的。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还要造轮回业？还要来生的还要做人？人做不到的时候，就到三途去了。所以，你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明白这个道理，对他没有怀疑。我们就应当一心一意，在这一生当中，把取极乐世界当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那要取极乐世界呢？这个世界要放下，要舍。如果这个世界你不肯放下，不肯舍，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临终的时候，你就没有法子往生。你有牵挂，你有累赘，这些东西障碍你往生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个好身体，身体再健康，经不起一点风寒，饮食。常常因饮食而感染疾病，这太多太多了。所以吃东西不能不注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从前李老师跟我讲过十几次。告诉我不要到馆子吃东西。可是我们还是要到馆子吃东西，为什么呢？很多人请啊，都在馆子请啊，有什么法子呢？老师
那个一生是经验之谈啊，管子里面不卫生的。那么在现在，这个大的餐馆，所以它价钱高，高的原因在哪里呢？它注重卫生。小餐馆的路边这些摊贩，你仔细观察，他的洗碗碟的水，那一桶水在那里，不知道洗多少个碗都在那里面，你说那能干净吗？你看着你敢吃吗？所以现在这个旅馆，要五星级、六星级的旅馆，那它就不一样，那确确实实它处理得非常好，成本高嘛，所以它的这个餐饮价钱就高了，那么从老师的关怀，我们能体会对于晚辈的爱护。跟自己的子女没有两样，是我们永远的感恩，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不要，到极乐世界去取清虚之身的无极之体，极乐世界种种变化，出去的人是自己的习气没断。只要有念头的时候，确实它就产生变化。久而久之，烦恼习气完全淘汰尽，断尽。那个时候，所有一切变化呢，那是因众生的感。一切众生有感，自自然然有应。所以到十方世界，去现身说法。也是自然化身，决定没有一丝毫念头在里面，这个我们要懂得。学佛在现前就要做啊，就要开始做啊。我们的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样样看得淡。这个看得淡呢，你烦恼就少了。纵然你们学习东西，老老实实讲，学东西也要看得淡。那看得淡，我就学不成了。那这个是怎样能够学成功呢？一门深入，选择一样东西。其他东西能放下，一门深入，在一门里面得三昧也，这就跟世间求学不一样，世间求学实在讲呢，它是求知识，越丰富越好，学道啊，它不是叫你学的。那个越丰富，不就妄想越多吗？那杂念不就越多吗？所以学道，它的目的是在三昧，是在定慧呀。所以就不能杂，不能多啊！这是一个秘诀。但是相信的人不多。他还是喜欢呢。广学多闻，学了几十年之后啊，他会后悔死了，真的叫是一无所成，那么这个也是古德讲的，语言不同啊，你要遇到真正的好老师，古人常讲。言师出高徒啊，老师严厉呀。那学生要听话才行啊，学生不听，那也就没办法了。
啊，学生能接受，老师严格的督促，啊，就是叫你们。在一门当中，你的清净心，你开智慧了，你才会感谢老师。啊，真的有收获了。再看下面一段：不闻三途，不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这一句是48愿里面“过我卧道愿”。啊，阿弥陀佛的愿全都兑现了。三途是地狱恶鬼出生，在九法界里，这三道最苦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我们就应当能够体会到，它有人天两道，啊，它没有三恶道，啊，这人天两道在哪里呢？在凡圣同居土。啊，人天两道是凡呐，啊，这个里面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啊，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凡圣同居啊，啊，人天怎么说呢？烦恼没断。那就是等于他方世界的人天两道，啊，烦恼一品都没断了。西方世界连三恶道的名称都听不到，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想到。三恶道是果报啊，果它有因啊，啊，因是什么呢？因很复杂啊，佛常讲啊，无量因缘呐，啊，形成的果报啊，无量因缘里面一定有一个最重要的业因。那这佛常常用这个来教导我们，三恶道的业因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贪心感召的是恶鬼道，嗔恚感召的是地狱道，愚痴感召的是畜生道。那么既然没有三恶道了，我们就知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断了。怎么断的？我们在这个世间想断三毒烦恼太难太难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断，自然就没有了。啊，比如说贪心，我们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贪心？物资太少了，太少嘛，就想占有啊，这于是贪心就起来了。西方极乐世界资源太丰富了，应有尽有，你还贪什么呢？想什么，什么东西都现前，你就不贪了嘛。如同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是世间，什么东西对我们最重要？金钱，金钱不重要，没钱不会死。最重要的空气呀，什么人贪空气？空气十分钟没有了，说你的命就没有了。为什么不贪这个？为什么不把空气储存起来，一包包背在身上？太多了嘛！西方世界那个金银七宝啊，就跟我们空气一样，你还要不要？我们这黄金，大家都珍惜的不得了，人家黄金是铺马路的。宝石，这是镶嵌项链装饰，感觉到很美。西方极乐世界宝石建筑材料。所以你们想想看，哪一个人把地上的这个铺的一些泥土的时候列起来挂在身上？没准是这种情形了吧？西方世界是七宝太多太多了，没有人要啊，到处都是啊。这个经上讲七宝，那个齐也不是数字啊，它是表法的，齐也代表圆满啊。我们讲齐呢，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加上当中啊，这叫齐。所以它代表圆满的，无量珍宝啊，应有尽有啊，太多太多了，所以没有人贪了，贪心起不来啊，嗔恚也起不来了。为什么嗔恚呢？看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人，心里才生嗔恚心。那个极乐世界样样如意，没有一样个不如意的。你看人，看事，看物，你会越看越欢喜，所以这个嗔恚自然就没有了。这是阿弥陀佛教化众生极高明之处啊！他是从外缘，让外缘的时候，决定没有负面。决定不可能引起你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这个贪嗔痴的种子，不可能。所以那个环境里面住久了，这个三毒自然就消掉了，人也不会愚痴了，天天听经闻法，你的左右都是诸大菩萨。都是帮助你增长智慧的，你说这个环境到哪去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断贪嗔痴很容易，贪嗔痴这是根本烦恼，只要这个东西根拔掉了，其他那个什么大随烦恼、小随烦恼自然就没有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断烦恼好苦啊！三毒烦恼、贪嗔痴烦恼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要断贪嗔痴太难太难了。所以这个方方面面的细心去观察，我们除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之外，
还有什么路好走？确确实实没有路。为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没有说不断烦恼而能成就的。不断烦恼能够成就，只有这一门。所以古大德说，净土叫门与大道，那个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以外一条大路这一条大路是难行之法，真的是难行，因为平常你所接触的，通通都是要断烦恼，才能提升你自己境界，哪有不断烦恼就能成就？而且还有这么高的成就，所以没人相信那我们这些人，都能够相信，这不是简单事情为什么你能相信？过去生中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过去生中你不是多生多世修这个法门，今天你接触的时候，你不可能相信你看看这个世间学佛的人多少学其他的法门很多，他就是不相信净土。这什么原因呢？善根少这是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苦修其他法门的善根少，福德少所以遇到了他不能相信他不愿意去深解他也遇不到好的老师真善知识他遇不到那修学其他的法门不是不好，也有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种善根，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这肯定的话没法子成就吧。这一句告诉我们，这就是世界为什么称之为极乐。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些音声名字都听不到，但有自然快乐之音呢。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快乐自然，弥陀人经上说。其佛国土尚无卧道之名，何况有时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相同。又说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这些话我们都很不容易听到。往生论上说，永离身心恼，受乐常无间呐。这个乐，离苦就是乐。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世间人提到苦跟乐，都是相对的。相对的乐是苦乐的乐，那个乐还是苦。那个乐过去怎么样？过去不就没有了？所以，
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乐是坏苦啊！像我们这个参加戒日庆典啊，都有许多娱乐的节目在表演啊，我们看到很欢喜啊。可是表演完了之后呢，就没有了。乐是坏苦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乐，是苦乐两边都离开这个乐。这个乐，我们一般人没法子想象。那为什么没有法子想象呢？你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乐，你没有经验嘛。真正读书人，真正修道的人，能体会到一些。真读书的人呢，你看《论语》里头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喜悦了，这个喜悦呢，与苦乐的苦两边都不相干，这真乐。他能享受到，越是深入会感觉到越快乐。读书乐那现在人不读书啊，这个乐你享受不到。现在这个世界是很麻烦这个电脑发明了啊，有好处也有坏处。是很便利，付出的代价很重。细细想来啊，得不偿失。这个电脑的荧光幕很刺眼睛啊。你在这个里面学习的呢是方便的，不要带很多书籍啊，但是你的眼睛的寿命减短了，你要付出这个代价。那么修道的人，真正能够其如三昧，那就真乐了。三昧是清净心呐，纯净纯善。得三昧的人，懂得纯净纯善。他会很认真、很努力，向这个方向目标努力，把自己境界提升。为什么呢？这个里头有大乐，事出世间一切法。如果讲到享受，我也是被方东美先生这句话引到佛门里面来的。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句话拉到佛门来了。你要真学，你才能得到啊！这个真学呢，不能离开经教。现在佛不在世。佛在哪里？经本就是啊。所以经本又称为化身舍利，道理在此。我们今天学佛，就决定不能离开经本。无量寿经，这是净宗
最重要的一部经典。但是，自古以来，依照这个经本学的人不多。这什么原因？没光系老居士在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序文》里头讲得很明白，讲得很有道理，就是《无量寿经》在中国翻译的次数太多了。从后汉到北宋，总共有12次的翻译，这在中国翻译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现象，一部经12次的翻译，咱没见过啊。《金刚经》这是最普遍的了，有6次的翻译，《无量寿经》12次。那么12次当然就12种不同的版本，这肯定的。可是古时候印刷术没有发明，所以经本都是手写的。手写的本子就很有限所以在这个动乱的时期很容易丧失。那么一直到今天，原译本这12种本子原译本有7本丧失了，现在还有5本传下来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5种原译本呢都不好读。不好读我们就没有意愿去学习。所以只学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我们罗什大师翻的。罗什大师他用意译。翻原文的意思不照文字来翻，所以我们念起来很顺口，念得很舒服，道理在此地。但是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还是无量寿经。所以古人有见于此吧。这才用汇集的方法。头一个汇集，宋朝王龙书居士。他的汇集本叫做《大阿弥陀经》。这个本子汇集的也不错了。龙藏里面收入了。凡是被收入在大藏经里面，那都是被肯定的。但是龙树居士的汇集，他一生当中只看到4个本子。大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寿会这一部他没看到。因此他的汇集就不完整，有缺漏啊。这一直到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第二次的汇集，魏源居士汇集的当然超过王龙书，所以说厚厚胜于浅浅。可是他这个本子还是有缺陷，缺陷在什么地方呢？取舍
欠妥当。啊，这个本子没有能够大量的流传。啊，那么这到第三次，啊，大概民国20年了。下莲居居士做第三次的汇集，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汇集正好，我们一看就是个欢喜心。啊，为什么容易懂？读起来很顺口，啊，不会感觉到困难。啊，就是不听讲解，你读起来大致上的意思也都能懂，这个利益就大了。非常稀有啊！当年我在台中，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我一看就非常非常欢喜。啊，他曾经在台中讲过一次，啊，而且做了注解，啊，他是没注，啊，那么这个本子交给我。啊，现在我保存的。啊，这很不容易啊。啊，遇到这么好的版本。啊，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福啊。啊，可是现在呢，还有很多人怀疑。啊，但是怀疑，诸位同学，要有智慧啊，千万不要上当。他们反对汇集本，实际上并不是汇集本不好，他反对，他有另外的目的，哈哈，这个另外的目的是对我来的啊。谚语常讲嘛，树大招风啊，啊，总是没有法子避免掉。啊，我这个命啊是遭嫉妒的，从在学校念书就遭嫉妒，一生没有办法摆脱啊这个嫉妒的障碍，啊，所以是因这个而来的，啊，我们不能上当，啊，这个本子真好。早年我在美国迈阿密那一边有一个佛教会，啊，曾宪伟居士主持，啊，要我到那边去讲经，啊，一个星期。原本我预准备的是《地藏经大义》，讲这个题目。就到那边去一看，坐在下面的都是美国人，那都是当地美国人，那么多，哦，这个很难得。曾宪伟居士给我做现场翻译，我就给他讲，我说怎么换题目，啊，这临时换题目。他讲什么呢？讲认识佛教。哎，这是初学吧？这刚刚刚来的，讲《地藏经大义》对他们不起疑。临时换题目，讲这个认识佛教。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认识佛教的本子，就是那个录音带上写下来的。啊，一共讲了7天，啊，14个小时。啊，那14个小时呢？实际上还是7个小时，翻译去了一半，不是这翻译去了。曾居士，他住在迈阿密，他告诉我，迈阿密是美国贩毒中心的，那个是地这个都市非常复杂，
啊，这是龙蛇混杂，啊，宗教也很复杂，啊，确确实实有这个特异功能，啊，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在我们一般讲神通，啊，有好几个，啊，都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啊，他真有这个能力。我在没有到达之前，啊，我们戒严的书啊，就送过去了。这个本子有，啊，那么这个本子前面呢，有一张夏莲居老居士的照片，好像我看看这个本子上，啊，这本子上有，啊，这张照片，啊，他们那些美国。由这个天眼通的人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就跟这个曾居士说，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曾居士问他，他怎么不是普通人？他身体透明的，从照片看的，没见过这个人呢。他说人是身体透明的，这曾居士以后把这个事情告诉我。那么透明，他讲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啊，我们从什么地方相信？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不透明？妄念太多了，染污太多了。所以我们身体不透明啊！如果你真的能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啊，贪嗔痴慢放下，你的身体透明。西方极乐世界人透明的，清虚之身、无极之体，那都是透明的。啊，真的像我们看水晶一样。啊，水晶它还有个固体，它那里非有非无啊，这个身体妙了，妙极了啊！所以他说这个夏老的是身体透明啊，而且呢，很肯定地告诉他，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了，所讲的完全正确。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啊，我听了之后啊。很欢喜，以后啊，这个隔了好多年之后啊，我才认识黄念祖老居士。啊，从黄老居士那里呢，也透了一点消息。但是夏老居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们都不知道。啊。黄念祖老就是晓得，啊，他没有说出，没说。那个时候他说：“现在不能说啊，哎，那不能说他已经往生了，是不是？这真的是永远不能说。”啊，那么因为当时环境有关系，啊，所以怕的是说出来之后啊，人家说的是。妖言惑众啊！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本上啊，能看到，就是三种会记本，我们比较来看，你就能看出来。王龙书、魏墨生，都可以说是大佛学家了。啊，尤其是王龙书居士，他往生的时候是站着走的，那不是普通人呢。这样的事情，关系经宗，在末法9000年的沉船。
要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那怎么行？所以做这个工作的人，在我们想象的，弥陀慈悲呀，他应该自己来啊！弥陀不来，观音菩萨一定会来啊！就像欧耶大师一样，欧耶大师身份没有破漏啊！你看欧耶大师给这个《弥陀经》做的注解要紧分量是不多啊。印光大师对于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老人家一生。自行画他的形象，我们拿这个大势至圆通章来对一对，真的很像。那么大势至菩萨对要解这样的赞叹，那我们想想，欧耶大师要不是观音菩萨再来呀？肯定就是阿弥陀佛再来，大势至菩萨对他这么赞叹确确实实，古大祖来祖师大的很多注解都没有说出来的，欧耶大师说出来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这是弥陀经无量寿经上讲的。这往生，你看看三辈往生这一章里头，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乃至于修学其他大乘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一个条件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但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乡下老太太、老阿公，他们不认识字，那他们也没有听过经，就这么一句佛号念的时候，那走的时候居然能是站着走、坐着走，而瑞相西游，他没发菩提心啊，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菩提心啊。为什么他能去？这个疑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有这个疑惑。欧耶大师要解出来了，把我们解决了。他怎么说呢？只要你一心一意。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从来没人说过的那我们细心想一想呢，没错，是的。谁能发这个心啊？不是容易事情所以他老人家讲，能不能往生啊？决定在信愿之有，那么深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四十八愿里面第十九愿是发菩提心，第十八愿就是一心专念现在大家把这个十八愿当作本愿这古大德曾经讲过，没错。但是你要不发心呢，不行你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
啊，一天念十万声，现前这个世间样样放不下，那这不行啊，这不能往生啊。身心切愿，万缘放下。你像你这个经典里头，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们心里头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需求，真的是把我们当作这一生当中第一个目标、第一个方向。我其他都不要了，我专门就想着。这个念头呢，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啊，所以我们想想的时候，欧益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以前我们没想到，啊，凡是真正念佛往生的，苦人多啊。啊，贫穷，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没有福报，过这个苦日子，啊，使他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留恋都没有。所以佛经上说，富贵学道难。富贵人，他的物质生活很舒服。啊，于是你跟他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太渺茫了。啊，眼前他这种物质的享受快乐，啊，他已经在这个地方不断的追求，他不能放下。啊，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呢，就淡化了。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往生的人，许许多多都是生活非常艰难，啊，反而他容易成就，啊，就是在近代，像谭旭法师跟我们讲的，啊，他讲的最多的，那都是勉励我们，地贤老和尚。地贤老和尚是谭旭的老师，啊，地老有一个参禅的徒弟，有一个念佛的徒弟，啊，念佛的徒弟锅炉匠出身，成功三年成功了，站着往生，啊，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等老和尚去了办后事，啊，我们讲是死人站三天呢，这不简单呢，这是。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假的。啊，早年极乐寺啊，常住哈尔滨，即这个极乐寺。修无私的往生，那没有出家之前，他做水泥匠的，都是不认识字，都是过很苦的日子，所以他们对世缘看淡，一切都放下了。啊，平常在寺院里面做苦工啊，那做苦工是修福啊。消业障，修福报，所以走的时候自在。福报害死人，但是人都不知道，啊，所以不能不提高境界，啊，我们人不能不修福，修福决定不要享福，啊，修福享福你就错了。啊，福报给别人享啊！啊，自己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道业，啊，直取西方极乐世界，只求清净
阿弥陀佛，这个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善知识啊！你们同学，我看到大家也都非常感动啊！从中国这么远的地方到这来啊，希望看我一面。我希望大家把念头转一转，不要看我，我看阿弥陀佛。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清净弥陀佛啊，这才是正确的。啊，这真正成就啊，不可思议的成就啊。所以取得净土，那我们要记住佛在经上常说的心净则佛陀净啊，我们的心要纯净，我们的行要纯善啊，净生慧，善生福啊，纯净纯善，福慧双修啊。那这是我们取净土啊，那你真正有把握。啊，经天天要念。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最好常听。啊，真正是把经里面的道理搞清楚了。啊，经典里面佛菩萨的教诲，我们通通要能够落实，一部经就不可思议了。不要搞太多啊，太多了搞杂了，搞乱了啊，至少影响往生的品位，这是实实在在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取得，但是高品位啊，那就被这个杂乱障碍住了。所以经中古大德有一生就是一部经，从来不改变，他自己一部经修行，他讲经也就讲一部啊，一部弥陀经讲200-300遍，那哪个地方请他讲经他都讲这一部经。这个方法好啊，非常适合我们现代的社会。那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就学一样，一生呢就讲这一样。啊，不要打岔。你真的学会了啊，专心讲这部经，会有人请你啊，这个地方请你讲啊，这一部经一个月讲完了，哎，那个地方又有人抢请了。那么中国啊，就算县市吧，都有1-2000个县市啊，你讲100岁都讲不完了，还转不了一圈了。你身体多舒服，处处做客，不要做主，做主人很累呀，做客人很舒服啊，你身体多自在。啊，真的万缘方向啊，行云流水啊，得大自在啊。不要搞多了，多了很累啊，啊多了的时候消化不了啊，那就讲不好啊，一部经越讲越深入啊，次数讲多了，自自然然就入境界了，就得念佛三昧了。那么现在佛法确确实实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啊，那就是真正学教的人少了，
真正的弘经的人少了，没有人研究，没有人讲解，佛法自然就消失了。经典虽然在，当作古董看待了。你说那多可惜呢？学习实在讲确实不难，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就是在一个地方，这个我们的净宗道场，一个地方讲一部经，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完了，从头再来，遍遍不一样啊。讲的人不会厌的，听的人也不厌的，为什么呢？它不是一样，一样的听个两次就不想再听了，遍遍不相同，为什么遍遍不相同呢？自己境界提升，只有一门深入，而且什么要依教奉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不能说只说不做，只说不做。你没有办法提升你境界。古时候的人说到这个做到之后说到，他是先做到再说到。我们现在能够说说到之后做到，这就算不错了。不能说而不做，说不做那就落空了。落空对自己来讲呢，你的境界永远停在这里，实在讲停不住，你不往上升它就往下降，退转了，退得很快呀，尤其这个社会的诱惑力量太大，几个人经得起诱惑，经不起诱惑，大幅度的退转，那一退转就堕三途了。换一句话说，你不能上升到极乐世界，你就会堕落三途。要想保人天，这个身呢，很不是容易事情。这个佛在大乘经教里头有很多比喻来说。人生失掉人生之后再得人生很不容易。那我们单单看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人天身份，什么样的业因能够得到？我们自己冷静的反省就明白了。人道，的人生，五戒。再加上中品的十善，十善业道，我们想想，我们能不能做到？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这在家同学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欺，不贪。不嗔不痴，你能做到吗？十善业道，这上中下三品，那中品要是我们打分数的话，中品也应该差不多七八十分的，你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五戒要清净啊，来生才能得到人生，不是人生。如果要升天呢，那得要上品十善。换一句话说，十善业道啊，你至少要能达到95分才行。你才能升欲界天呐。这个事情
真难那不是容易事情啊。断卧修善，改过自新啊。如果再要往上提升，那个四禅天就要修定。实际上，欲界、夜摩天以上都要靠定功。啊，那我们一般不是修定的，这跟你讲的清净心。啊，你的心比一般人清净。啊，清净的程度越高，你身往生的层次越高。啊，夜魔斗帅，啊，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真正得禅定，我们讲得初禅了，那你就生色界天，很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真正知道难，我们才走这一条易行道啊！啊，但是易行道，千万记住，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容易。这是跟其他道比较起来，它容易。啊，它容易在哪里呢？它待业。啊，换句话说，一品烦恼没断。没关系，你能把烦恼扶住啊！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疏忽啊！待业啊，不待现行的啊。换一句话说，只待旧业，不能待新业啊。现行是现前造作，这个不可以啊。我们总是希望同学们啊真正发愿啊。现在人虽然在这个世界，极乐世界已经报名、已经注册了，肯定去得了的啊。能不能去呢？都在信心啊。我们有信心、有愿心，弘一大师讲的，肯定去得了啊。有信有愿呢，就已经报名注册了。啊，现在我们欠的行的功夫，行着重在清净心，啊，着重在断卧修善，啊，着重在舍己为人，啊，你就没有障碍了，你走就走得自在了，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经上给我们讲的。但有自然快乐之因呐！啊，永离诸苦。这一品经啊，全持功德，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你看底下这一品《超世西游》啊，《超世西游》。给我们讲到正道了啊！这前面给我们讲啊，生活环境、环境之美啊，六尘说法无比的稀有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正的啊，信解行正要正的啊，才不辜负阿弥陀佛啊，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好，今天就讲到此地啊。